解除加成人卡。车辆运行中，请右手扶好。下一站，宜山协和一站。要下车的乘客，请提前做好准备。准备好自己的衣物。本来想去转地铁的，然后地铁不对，公车坐的不对，所以说我们现在去找单车骑。走过了两个天桥，还没有发现有共享单车，再找找看。没有共享单车，我就要去坐地铁了。总算找到一台。华林路了，哎呀，这是我们今晚的主人公啊！啊，赶紧停车，赶紧停车，叫你高峰期不要开车嘛，多麻烦。所以说，高峰期的时候，我们还是骑单车会比较快哈。刚刚算过了，骑过来差不多15分钟，如果坐地铁应该要花更久，如果要开车的话，等等问问他们。开车开过来，开了多久啊？开了很久啊！啊，很堵是不是？哎，这里很好啊！哇！我今天飞行小组聚会啊，我们准备上菜。有特别点了，绿队特别点，绿队干一个。Hello， 哎呦，都来了，都有了，有了，有了。挺好的，转快了，转核心系列的嘛。那你有跑步、登山啊？那个在拍，OK。你看什么系列的？还挺屌的，可是它也没黑框的。长江，我是黄河，这还能讲话，你知道吗？半边车，它有半边核心系列很多，只有半边的车。还有，真好，很好。没有，我也关物理，都有微。这福建呢，我们就海鲜很多哈，海鲜。瘦子，你看海鲜。瘦子，哎，我真的想把你的车给踹掉。阿波，不敢。我是朋友圈，这段要剪掉，要剪掉，赶紧去看。保温袋、暖宝宝或者暖手袋丢一打进去，然后它这恒温会控制嘛，你抽出来的时候热乎乎的，塞进去有个包的嘛，就有点像保温袋一样的，还有个包的嘛，上去它飞行它都不会降温的，你本身它自己发热，发热，它那边气压低啊。能多飞2分钟左右，比豆腐也有是吧？有，对，那试过了，跟那个叉三比的。飞，欢迎归来，花香是来啊，欢迎归来。拍的什么？可以啊，4K 我拍完回来再压压，效果也特别好。在这个边上的栈道上，飞到这里就是飞到海面出去，然后再飞起来，飞起来之后在这边飞，拍两下，他妈飞机就过来，赶紧降下来。它其实飞机本身。模拟这个是完全是开放的，随便你飞，在沙漠。就那时候，从悬停到所有动作都在那时候练的，后面就是巩固再巩固了。两句话，第一个，你该有没有去割草有授权？割过，割到妈的竹子妈当场炸机，我操！这样限飞区域，就是说机场或者是在市区嘛，它是这样。三点周边有机场，基本划新低的全废。那个就是你玩的时候不能有啊，飞机的现在的飞机区域，等我看。随便你怎么玩的都无所谓，杀手也无所谓。那个挪威首都，那个叫做什么？奥斯陆。那个我们就停在老王宫的边上，他妈你找死！后来把飞机拉上去一看，他妈的，整个卫兵在那巡逻。他肯定不能飞的。肯定不能飞，而且远远看过去就是那个市政大厅哈，就是诺贝尔颁奖就在那个地方，你肯定都不能飞的那个地方。嗯，哎，我当时有拍过一个片子啊，我想想啊，那个很 low 的一个导演就是拍微电影，他们咖啡吃得很凶啊。不，比如说他跟我们一起吃那个工作餐的片不要，很矫情。
好，拜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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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好，刚好顺风车回家。肯定要前面。前面怎么这么福州的？我这边不熟，突然一走就不熟了。反正直走都不会错了。嘿，我们现在吃完饭准备回家了，就是今天就差不多这样了。然后有想要关注我更多的 vlog 的一些好玩的好看好吃的东西，记得订阅我的频道。好，我是摄影师陈文坚，我们明天见。夜景很好哎，对啊，印象女孩。OK， 好，先从那个被骗的事情。好，行啊，好。拜拜拜拜，慢点。开门，帮我开一下。哇哇哇，亲爱的，祝你生日快乐，哇，你们过来合影合一下，看不到看不到，爸，嗯，谁吹啊？今天谁的生日啊？是我的生日啊，你怎么记得？谁吹？啊，我吹，我吹一个地方，还有生日快乐哇，亚爸，哎，你不是祝爸爸生日快乐吗？对呀。今天是谁的生日啊？爸爸的生日。嗯，我的生日其实是3月4号的哈，这么早。你的生日就是三月啊。是哈，那亲我一下。路上的时候，路上的时候就我和妈妈就一起聊了一下。哦，聊了一下。然后我就是，然后我们就聊了一个事情，就是看谁躲在那里，然后突然出，然后奶奶说生日快乐，然后我们妈妈突然出现嘛。哦，是这样子吧？对。要给爸爸生日惊喜。